恁着行较慢嘞，等俺一下啊。行。喂，树我栽，路我开，石头恁过界，过了出路，客了买路财。大汉，这你讲对哦，你来对。高安。你臭小囝，我你是拍拳袂过腰啊？买什么买土财啊？你知影拄啊所念的遐个，拢是俺的招牌。你知影俺是啥物人无？我哪会知你啥物人啊？无听话啦！哼，老嘞，俺就跟你讲，俺就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，名扬四海，天下第一的沙大王。乌大海，你就是乌大海哦，哈哈，无听过。不要紧，俺咧拼命的时阵啊，伊还阁唔知倒位穿开甲裤的不还钱，所以无机会通听着啦。好啊，英文卖讲啊，钱要摕出来无？哎，俺这臭小囝，你不但无江湖道义，而且阁唔知影要敬老尊贤。好，今日俺啊。好啊，甲你打死一个！试看卖啊！快！小大爷，娘嫂，唔通啦！管你什么代志啦！哎，臭小囝，你对老大人竟然这么无礼貌！俺今日无好甲你打死一个，俺对这老大人真正歹势歹势啊！试看卖啊！你娘嫂，卖怕啦！我叫你卖怕啦！大娘，这到底是安怎啊？这公主真歹势，你是我的后生啦。阮厝的产家拢无米汤啊好食，现在一时想袂开，才安尼生错。各位，我叫恁，叫恁原谅伊好不好？好啊啦，卖讲阿济啊，钱要摕出来无？我陪你上哦。来啊！我带你过来啊！吹死你！快点！看不出这个少年，年纪轻轻，功夫竟然够狂妄。臭小囝，你耍好？偷食无？算啥物英雄好汉？哼！那是对付你这种不知好歹、阁唔知影敬老尊贤的配塔啦，安尼就算真客气啊！俺看你好卡好手，暗去做一个正当的头路。好，今日俺啊，就好甲你教训一下。是。这个英雄，我求你啦！我叫你，这囡仔都较袂晓想，我来甲含万管教，你若要教训，啊无你教死我，我这人留来互你拍。我叫你啦，啊无啦，你莫伤害我。哎，大娘，大娘，你先起，你先起。哎，紧起，紧起。好，你臭小囝，俺就看在恁阿娘的面子上，暂时袂甲你计较。哼，这位小兄弟。你年纪轻轻，功夫阁未歹，其实这正是你去报效国家的好时机啊！即马福州的郭主兴、郭元帅正咧招兵买马，准备要反元，我看你是不是应该去躲开？哼，叫我去投军哦，我不如去送死啦！哎，你这是咧讲啥？你是这位大爷，英雄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好好甲你讲，莫生气吼。好。你臭小囝，俺就看你阿娘的面子，无要跟你计较。也毋过俺警告你哦，以后你若是敢搁做歹代志，互俺拄着，你皮都比较硬的。哪走？哎，俺拄仔讲你敢要行？哎，大娘，俺毋是咧讲你啦，歹势歹势。你听到讲啥？你要嫁死我，
要管教我？你算什么啊？你哪资格教示我？天山，哼，迄三个人，把我闹开这样忝，对后边去，解决伊的性命。天山，唔当啊！啊，你闪啊！天山，天山。多谢文公。啊，那客气话就别搁讲啊！林瓜今后甲阮暴露啊，迄云水村到底是啥物所在，阮全拢找无啊！代志经过二十年啊，人事全非，这一切我拢袂记哩啊。啊，毋过只要会通教我以前住过云水村。我都应该知影路啊！无安尼啦，咱今日较早休困，明仔早起起来，较继续去问路啦。嗯，嘛只好安尼啊。啊，恁两个哦，等伊休困啊。是。大海啊，你嘛较早休困哈。哦，安在啦。恁两个哦，一个坐禅，一个困到真入眠，安哦，都将这地瓜给断掉，安尼以后安就会当自由咯。哎，如此一来，安就轻松啊。找一个所在，好好甲困一下。嗯，就是这。奇怪啊，这什么所在啊？不要紧，吃这两只鬼哦，阿妈搁甲安拄好甜哦，安着心满意足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阿不是故意，阿不是故意。要骗我？你答应要帮助我，你现在怎要搁将我单掉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现在怎要将我单掉？讲话无算话，你无守信用。你害我未使完成我的心愿，我要全力报仇。阿五少爷，别走，我要全力报仇。别走，我要全力报仇。我要全力报仇。我要全力报仇。救命！我要全力报仇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大海。
救命！王忠，老先生，你来救我！你来救我！啊！大海啊！啊！你搁咧喊命啊！啊！明明哦，我蹲在内面，啊，啥拢找无啊？奇怪，你是咧找真是无？对，啊，你找。原来是老先生你叫着，好你个仔，好你个仔。歹势歹势，大海啊，你哪安尼啦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啊，讲话爱算话啊！你既然已经答应别人，就应该爱做会到啊！啊，安知影唔对啊啦，安后摆唔敢。知影唔对就好，骗人就已经真唔好，佫敢骗鬼，你唔惊两个来找你报仇？安当然嘛惊，是讲也毋捌骗过鬼哦。唔知啥物滋味，即马俺已经受到教训，俺知影啦，俺以后绝对唔敢。天嘛要光啊啦，我来好准备一下，继续来去问看卖，文水村到底是要哪行？哦，文忠，只要有一户人家，我看咱就该问就好了。哦，那这哦，安来就好啊。安是怎哦？咱个讨论杯啊茶饮者，啊无要要嘴打死啊！啊，有人在无？有人在无？恁是？啊，歹势歹势，阮路过此地啊，想要来恁家，给恁分两杯啊茶，解解嘴打你啦。啊，是啥物代志？老爷，啊，这位看你这穿衫，应该是冤家啦吼。啊，是安尼啦，阮三个哦是过路人啊，想要来你府上哦讨两杯茶，止一下嘴干嘞。啊，过路人，哈哈，无要紧无要紧，请坐下一位。哦，安尼啊，哦，多谢多谢，请。安尼，拍水拍水。多谢多谢哈！哦，这个茶盏哦，又甘又搁甜啊，真够止嘴干嘞！俺要加饮一挂。官位啊，多谢你哦。免客气，我姓苏啦。这位是老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兄弟吴大海。啊，你好你好。哦，你好你好。官位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老夫姓田，叫做光明啦。哦，啊，喂啊，恁这个在赶路是要去什么所在？我是要去浑水村。浑水村，丁万伟，哈，你敢知浑水村的什么所在？哎呀，浑水村早就飞无去啊！啊，飞无去啊？是啊，这是安怎发生的？哎，讲起来话头长啊，二十多年前啊，做水灾啊，山崩地裂，规个庄头拢淹了了啊。敢若几个啊较幸运的人活以外，几个庄头老的少年拢嘛死了了啊！原来是安尼啊！那咧官贵，你敢是在浑水村有一个叫做陆清云的人？陆清云，你找伊是要创啥？啊，就安尼啦！阮哦，就是要替陆清云哦，找因牵手的。丁万伟，你是毋是在即个叫做陆清云的？这，我想看卖，这样代志经过几十年，拢无消息啦。奈忽然间，阁有人要来找陆清云的，
这三个人要找到青云的机后，我讲我是爱小心细意，以免代志搁来暴露出来。哎，歹势歹势，电话会，啊，无你到底是想我？是讲电话会，你讲你唔是浑水村的人，是安怎你对浑水村的代志拢这么了解的？我就有一个亲戚住伫浑水村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哎，啊那照电话会拄仔所讲，这青云因看守哦，原说早就已经娶个，安咱敢着搁找？大海啊，话袂安尼讲啦，只要有一点仔希望哦，咱都袂放弃啦。对啦，电话会好，啊，你遐亲戚即马是住伫倒位？我这亲戚哦，唔知影咧。哎，电话会。你讲你的亲戚以前是住在浑水村，那呢，伊是毋是就是迄少数幸运活落来人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伊就是遐其中的一个是无唔对啦。也毋过，因即马我住伫别位啊。安尼真好，电话过。啊，敢要麻烦你带阮去找你的亲戚，无得个会当找到其他人的下落。这当然是会用的啊。也毋过，我这亲戚是咧做生意，会常常拢伫他乡外里往东往西啊，拢无用啊。不如安尼啦，归去吼，各位暂时住点我家，等到我这亲戚倒转来的时阵，咱再过来讲。什么呀？要住你家？哦，那你就歹势歹势啊！免客气，免客气。老夫较早嘛是咧经商，常常拢是他乡外里，是咧出外，所以我对着出外人的这个艰苦，我非常的了解。放心啦，您这里住点我家，我家厝真宽，房间阁真多，哦，放心住落去。老先生，电话位。那你着恭敬，不如将命，劳烦你了。免客气，免客气。哎呀，庭上这个囡仔，唔知还了出什么代志无？是何人才烦恼的？青云。顶到小店才要挂号，我嘛要活到这尼啊辛苦。青云，到底你是什么所在？哪个今晚拢无倒转来？你敢不知我伫咧等待你？青云。什么人是千魂？天生，你回来啊！别跟我啰嗦，听我讲，千魂到底什么人？伊是你的客兄对不对？是不是你对不起阮阿爹？阮阿爹才无爱问。你即马是让我讲啥？千魂是我红婿，我冇跟你讲过，我唔是你亲生阿娘。可是讲，你若不是我的阿娘，我的代志是安尼要管，我的代志以后他莫管。